父亲、树林和鸟。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歌唱的鸟。童年时，一个春天的黎明，父亲带着我从滹沱河岸的一片树林边走过。父亲突然站定，朝幽深的雾蒙蒙的树林上上下下地望了又望，用鼻子闻了又闻。林子里有不少鸟，父亲喃喃着，并没有看见一只鸟飞，并没有听到一声鸟叫。我茫茫然地望着凝神静气的像树一般兀立的父亲。父亲指着一棵树的一根树枝对我说，看那里，没有风，叶子为什么在动？我仔细找，没有找到动着的那几片叶子。还有鸟味，父亲轻声说，他生怕惊动鸟。我只闻到浓浓的苦苦的草木气息，没有闻到什么鸟的气味。鸟也有气味？有，树林里过夜的鸟总是一群，羽毛捂得热腾腾的。黎明时，所有的鸟抖动着浑身的羽翎，要抖净露水和湿气。每一个张开的喙都舒畅地呼吸着，深深地呼吸着。鸟要准备歌唱了。父亲和我坐在树林边，鸟真的唱了起来。这是树林和鸟最快活的时刻，父亲说。我知道父亲此时也最快活。过了几天，父亲对我说，鸟最快活的时刻飞离树枝的那一瞬间最容易被猎人打中。为什么？我惊愕地问。父亲说，黎明时的鸟翅膀潮湿，飞起来沉重。我真高兴父亲不是猎人。